服又发现一个大 BB，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，淘汰人机竟然也会被封号。那么我们平时玩了这么多场游戏，淘汰了无数个人机，为什么还没有被封号呢？那是因为你们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淘汰的人机，淘汰人机很有可能被封号的情况目前只有两种，那么是哪两种情况呢？给我点个关注，我来告诉你。哦对了，你是关注不了我的，因为我设置了只有无敌战神玩家才可以关注我，不信的话你就试试。淘汰人机很有可能被封号的第一种情况，当我们在游戏中卡 bug， 然后把人机淘汰，并且在后面正常的情况下又淘汰了很多玩家，而正好这个时候被你淘汰的玩家当中其中一个举报了你，淘汰回放上传到巡查系统，在巡查系统的画面当中巡查到了你使用 bug 淘汰人机的画面，此时只要巡查员点击游戏有违规行为，那么你将有很大的几率会被封号。第二种可能会被封号的情况，那就是通过人机房快速涨 KD， 前期用三个青铜小号吸引大量人机，在后期又正常淘汰了很多玩家，而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玩家将你举报了，那么在巡查视频当中利用小号拉低段位吸引人机，也是属于严重违规的操作。以上两种情况下淘汰人机都有可能会被封号，而且一封就是十连，希望大家还是少用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。那么你们有没有被封过号的经历呢？